哇塞！这就可以乖乖了。小心哦。你是在哪混的？对呀，乖哦。不是你考的，是考的。小心。要小心一点，快看看。他抱得很好。电动车主，来坐下来。对什么？哇，小心哦。先拿起来。哇塞，好漂亮！我第一次看到他本人。有。哇。哎，好好看哦。他是有一个开关还是怎么样？按下去。下去喷出来就好。嗯。那小心。嗯。哇。It's still London。哇，好漂亮。圆圆圆，整个拍进去，包括左边、右边，全部拍进去。哎，左边右边讲话，好好看哦！哇，我就觉得它的盒子很漂亮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嗯。你讲这卖六十吧，吼。嗯。你讲偌济啊？你讲六十。六十啊。我唔知。我等四班，等第四班。面对业务的地方，我今一斤可能都卖几千万的，唔敢讲。你看。哇，这盒子很漂亮，盖起来我看一下盒子。这个唯一就是让我帮他买个，然后我再把它套回去。要把它关好，你先把它关紧。已经关好了，那一个就自己带着。你们都是第一次看过？对，第一次看到。在网络上看的，没有在这样看过。纽约也是。好漂亮，好。